要妨碍我。真是可怜。对啊，电刑复习要带小兵去吸引。我从不妥协。应该说小兵去吸引已经是难道的标配了吧。这个神话活不长了。很多 AP 那一样啊，移动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，毫无意义。等我升四再去下吧，不想去下现在。早打、啊、无处可藏，说不定可以把他越了。往上面走吧，速战速决吧。现在基本上不主 Q 的，主 Q 没用的。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牺牲。推线打法，这个是难道的打法。游走刀尖之上，一般对面不会给你单杀的，只能推线。搞他！不要妨碍！但是我从不妥协。哎，主攻没吃到，他们活不长，这有点难受啊。打他！亏了！速战速决吧！秒不掉他居然！没有机会了。跟你网恋，我操，男同啊！
无所谓，刚好在家里等一下起啊。直接开大是几个意思啊？不是大，把你戳死！我从不妥协。哎！糟糕！他还没死吗？我靠！我他妈投的是大的，他没死。他们活不长了。大师分段。我操！有狗进来了是吧？给我出去！他们的骨头将是我的磨刀石。你是艾坤，可大了。没想到吧？啊！这个回头 W 不该放，不该放。哎，不用教主播怎么玩。这把有点坏。享受钢铁的滋味吗？你他妈，你再发，我要禁言了。玩的怎么样？这你不用问我。这把刀撤退吧，撤退吧！我打得好难受啊！凝视啊，我确实是。
他打爆了，你他妈的！要不是我现在要认真一下，然后切出去了。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。投吃不了这个塔皮，好像强吃一下。你的愚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杀不了，弹了弹了弹了，我就知道。速战速决吧！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牺牲。我操，妈的，今天晚上狗怎么这么多啊？游走于刀尖之上。妈的，别逼我啊！不要妨碍我！来搞主播心态啊！输输输！我操，这是真输了。他们活不长了。这么简单的连招打不出来，确实确实，你大爷的！点了你挂上。真让人不爽啊！谢谢什么什么毛孩送的血瓶。
走于刀尖之上。哟，投个债的头发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Why, 打不过他。Shut dow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Enemy double kill.Double kill.刚刚打卡莎连招，这把刀，哈哈，没有点赞，这个。炮声响。感觉焦闪走了，焦闪确实走了。但是我闪现不想用来逃跑。为什么秒了？难看挺多的。他为什么还在那里？赶紧走！
什么竞技在我这里啊？就我这里看到啊。重伤吧，没钱呀、啊。我们咋个等级好低啊？只有傻瓜才会为名誉而献身。你们扫，你们扫。狗粮不歇，我谢谢你啊。又是一具阴沟的他为什么喜欢先手 W？喂，他怎么突然进草丛了？笑哭我了，大爷的！好巧的，确实巧。别说了，再说主播要破防了。
好丢人，我爸。游走于刀剑之上。别让我看到这逼凯隐，他妈的，见一次杀一次。哇，扎克，你别走呀！我操！他们要打我！拿下，拿下，好吧。